英美領袖通電話討論新型肺炎疫情。英國首相府話，首相約翰遜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喺佢患病期間嘅關心。兩人同意要團結抗疫。白宮就話，兩人重申要透過七國同埋20國集團各成員國之間嘅密切合作，重啟全球經濟活動，並確保醫療物資送俾有需要嘅人。兩人亦都傾到兩國貿易，承諾加強雙邊關係，包括盡快簽署自由貿易協定。